哎 ，Miss Lin， 周末，我不是很好。你周末不好？因为这个星期 Henry 刘宪华会来到88.64。哇，除了他呢，还有旅行出游的女主持人们呢，也会来现场跟你们聊聊天。当然 ，Emily 蔡金璇也会带着她的新单曲 My Type 跟大家分享的。是的，那么记得大家留守呢，周一至周五下午5:30的88.64。我不跟你讲先啦，我去找 Henry 先。不要丢我一个人，喂。